我会真的将你打败，你将会意外生命的光彩。风雨过去那一天，悲伤就要停下来，看见你身边的爱还存在。手牵手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带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要逆着光，就驱散黑暗，丢弃所有。
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想一想，
Thank you.
歌词来自蒙特利尔，我们为大家带来 Smetana 的作品 Moldo， 中文译作伏尔塔瓦河，一曲怀念故乡的作品。音乐的魅力让我们跨越彼此间的物理距离，心心相印。大爱有声，四海同心。Hi, I'm Patricia from Montreal, Canada. I'm deligh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online concert for the Global Chinese.With my colleagues from the Mount Royal Youth Orchestra. We hope our music brings tranquility to all those affected by COVID-19. Thank you.
山上的姑娘啊，美丽西里托走下山岗、啊、黑眼睛深情又明亮，美丽西里托我可爱的姑娘，你那颗美丽的黑痣啊，美丽的西里托动人明亮，请莫要送给别人，美丽西里托我可爱的姑娘，哎呀呀呀，歌唱吧歌唱，莫忧愁莫悲伤，歌唱吧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气象，哎呀呀呀，歌唱吧歌唱，莫忧愁莫悲伤，歌唱吧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气象，谢啦莫哩啦谢哩多林多边巴行莫吾巴地好奇多尼古罗西哩多林多地公德邦多哎塞努那给爹那些哩多林多红多拉波嘎No se no des na ye se, di do lin do ke, ame me do ka. Ay ya ya ya, kang da no yo des, kuro ke, kang da no se ale ka se, di do lin do, lo so la so ne. Ay ya ya ya.강다노요레그렇게강다노세레가세리토린도노소라송레
吗？我现在说话是不影响是吗？因为我不敢说，恐怕影响。这里边可以说话吗？
家好，我是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的华人歌剧演员鲁智泉。值此全球疫情肆虐之际，我们全体华人共度时间，在这里祝愿大家平安健康顺遂。树高千尺，根深在我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无惧风雨迎来新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千山最美中国道路，我是新加坡钢琴演奏家李润和，我用音乐向全球华人带去祝福，汇聚音乐的力量，让我们以爱同行。中国加油，世界华人加油，全世界加油。
让我们四海同心，共克时难。我用歌声为全球华人带去祝福，加油！我要用我的歌声为全球华人送祝福。汇聚音乐的力量，要我们以爱同行。愿疫情早日过去，祝大家健康平安。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战胜疫情。朋友们，加油吧！在这里，祝愿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大爱有声，四海同心 ，We are together， 加油！在全球疫情爆发期间，我代表奥地利华人，用我的歌声给全世界的华人送去祝福。我们要互相鼓励，互相祝福，共克时艰。爱心守望，众志成城。我要用歌声向全球的华人带去祝福。让我们心连心，守望相助，共同战胜疫情。在此呢，我用歌声给咱们全球的华人带去祝福。大爱无疆，用歌声为大家送祝福。祝愿您和我们全球华人同心同力，共闯难关。祝愿大爱有声四海同心全球华人线上音乐会圆满成功。用我的歌声祝福全世界人民早日度过黑夜，迎来黎明。我用歌声祝福全球华人幸福安康。我用歌声为全球华人带去祝福。让我们一起携手加油。在此呢，我也祝大爱有声四海同心全球华人线上音乐会圆满成功。很高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专家们一起完成这个线上音乐会，希望我们的音乐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和温暖。我用歌声为大家带去祝福，五月二日不见不散。大爱有声四海同心，我用歌声为全球华人带去祝福。祝大家平安健康。让我用歌声为您送来真诚的祝福，让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疫情。同时在这里也祝愿大爱有声四海同心全球华人线上音乐会圆满。哎，周老师你在吗？周老师啊，我在这里已经恭候多时了。你好，早早。周老师您好。您好啊，我现在在这中国的北京，现在这里是北京时间5月2号的22:02，我们准时在线上见面了。你好，早早，你在哪里？你好，周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哈。我现在呢是身在美国的纽约，传说中的疫情的正中。我们现在是5月2号的早上10:02，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也是看了一个多小时的直播了，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哦，我刚才一直是通过这个线上在看这一个小时的这个音乐会的直播哈，不管是声乐节目还是器乐节目，是合唱节目还是独唱节目，都非常非常的精彩，也很暖人心。这里边呢，尤其刚才我们这个宣传片啊一播出以后，你看有我认识的好朋友，也有未曾谋面的朋友们，但是一看到这个黄皮肤黑头发，不管在全球的哪一个地方，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这个华人的距离，一下就倍感亲切。我不知道早早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您不愧是总导演哈，总导演把这个精神抓得太好了。真的，其实说实话，有刚才有的观众朋友，我有在看留言区哈，说这个有的时候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啊，或者是有的嘉宾啊，进到当中来可能麦开了。想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句，咱们这个线上音乐会挺不容易的，来自于全球各地的华人朋友们，咱们彩个排跨了好多个时区。是啊，线上的朋友们啊，我作为这个主持人之一啊哈，我再跟大家隆重的公布一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直播是由中加多元文化交流协会，还有魁北克传媒集团、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以及北美南开之声融媒体集团
南开蒙特利尔校友会共同主办的大爱有声四海同心全球华人线上音乐会。也就是说站在这个视频前面守候的有早上的时间，也有中午的时间，更有是深夜的时间啊。但是不管大家处于哪一个时段，在哪一个经纬度，我们大家此时此刻这颗心都在一起，都在凝聚我们全球华人的心，来献上我们的一片真情啊，是不是早早？您说的太好了，我们就讲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咱们的心永远在一起啊。好，是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正好啊，刚才大家都听了好长时间的音乐会了，水平非常高。我们现在是不是转换一下环节？咱们有些非常棒的嘉宾可以访问一下，而且第一位很特别。是的，是的，早早，我跟你说啊，我其实代表了很多在国内生活的朋友们。实际上呢，国内的疫情已经趋于稳定了哈，一点一点的疫情在受到控制，而且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归零了，而且复工已经全面展开了。实际上现在国内的朋友们更多的是担心在海外生活的这些同胞们，还有那些各国的这些民众们，他们到底生活的怎么样，疫情情况是怎么样。赶紧给我们连线第一位嘉宾是谁。好，我们连线的这第一位啊，非常的特别，他呢是第一线感受疫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哈，疫情期间闭门不出，像我们在家闷俩月了，但是有的人必须每天穿戴整齐去第一线接触确诊病人，他就是咱们加拿大抗疫一线，而且是在 ICU 工作的我们的鲲鹏医生，让我们有请。哎呀，鲲鹏医生，你好，哇，你好，你好，帅哥哈，帅哥哈，你好，你好，没错。您知道吗？咱们的鲲鹏医生，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周老师，咱们的鲲鹏医生地地道道在海外长大的，是吗？中文完全没问题。您采访，您试试他的中文怎么样？我的汉语不是很好，请见谅。我在加拿大活了已经20多年了。很标准，很标准啊，鲲鹏医生，我知道您是工作在 ICU 是吧？啊，对，是在我们加拿大抗疫的一线啊。那么特别想通过这个视频呢，也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在我们加拿大抗疫的一线，您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当身处一线，每天与病魔正面交锋，和病人接触的时候，您的感受如何？我主治新冠这个病毒重病号，就是需要呼吸器在 ICU 的病人。自从疫情在加拿大严重一个月以来，由于这个 ICU 这个床位一般每个医院多了一倍，不管是医生啊、护士还是其他的医疗人士，上班的时间和加班值班次数都基本上增加了不少。我个人感觉到没有什么不适应，因为工作习惯了，自从与父母隔离之后就可以全心投入工作。线上比较让我为难的地方呢，除了保护设备啊供应比较紧张这段时间，加拿大就是面对这个患者孤独去世一种无奈。一般来说，我们做这个工作与死亡打交道的都已经很习惯了，经常陪伴病人呢与家属走完最后一段路。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严重，又要控制疫情这个扩散更严重，要隔离病人，所以几乎所有患者到入院进 ICU。然后到去世都根本没有办法与亲人见面啊，为亲人说再见。我唯一有时候能为家属做的就是给他们发一张照片。前两天最令我伤心的一件事，可以说是我第一个入住这个 ICU 新冠患者与她的丈夫两个人都不经抢救，先后在 ICU 去世了。夫人首先入院进 ICU 的时候装上呼吸器，然后一周后呢，丈夫在家病情严重，随着她也入院进了 ICU。然后在丈夫在插管前一刻的时候跟我还说，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照顾他的妻子。然后夫人后来病情逐渐好转之后呢，谁知道这个先生却事先这个病危早就去世了。在他走后不到一天，夫人的病情又突然恶化，然后他自己果断选择不再争斗，然后就不久也自己去世了。两个人从入院一直到离开，一直就住在这个隔壁的两间病房。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一面，两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一面墙，但是就是特别特别的遥远。就这种对待这个死亡没有任何可以帮助这个家人和亲属的这种无奈，是我们以前医学课上都没有学到过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次这个病毒啊，这个疫情的爆发哈，它突然它的这样的一个肆虐，它的一种不可防御、不可预期性，给了我们很多医务工作者一个更多的一种考验。您此时此刻身在是不是医院啊？是您工作的地方是吗？这是我的办公室，然后我是您的办公室。这里是办公室，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新冠病毒病房里面，全都是就是彻底封闭上的，不是为了尽可能让病毒控制住，所以在穿着正常的情况下不能进到里面。明白，明白，明白。现在我们整个加拿大，就说您在这个地方的疫情的防控的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加拿大在这一个月之间，疫情的情况逐渐变得比较稳定了一些。刚开始两星期，因为防范措施还有准备地方没有做到，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ICU 病房突然增长很快，但是幸好没有像欧洲、意大利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就是准备的时间还要更少，所以我们这边还可以，现在病情比较稳定，每天这个新的患者病的这个数目增长的比较稳定一些。过一段时间估计就已经会进入了一个他们说的 plateau 的情况，然后就开始逐渐会降下来。但是如果会出现社会隔离的这些法律的管理，如果撤销了之后呢，人们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估计就会有第二波这个病毒传染重新开始再是的散发出来的。是的，是的。在这个关键时刻，第一要考验的就是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定力哈、和这样的一个技术。第二个叫考验我们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和控制能力。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次疫情啊，其实对我们全球来说都是一个灾难性的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分肤色啊，不分国籍，只要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医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都是能够代表我们这样一个人间真情的。我现在在中国的北京也非常非常的代表很多的好朋友关心我们在海外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对疫情的抗击到底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关心我们这些华人的朋友们，还有您在一线工作这些医生朋友们，在这里呢要送上我们的衷心的敬意，希望您要好好做好，先防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然后再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好吗？鲲鹏医生啊，好，谢谢，加油，大家也要保护自己啊，加油加油。谢谢鲲鹏医生哈，鲲鹏医生很辛苦，谢谢。之前有一个专访讲到说啊，咱们的医生朋友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跟父母也没有时间见面，跟父母甚至连一个报平安的短信有的时候都忙得顾不上发，所以真的非常的伟大，我们的一线医生朋友向他们致敬哈。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有个节目要献给大家了？是啊，您别着急，咱们有节目穿插着来，咱们后面还有好多嘉宾来自于咱们全球各地，后面该您报那个背那个地理图了。太好了太好了。好嘞，咱们接下来这个节目啊，要说一下这个选送单位。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呢，咱们海外华人很多人都通过中国邮政集团，通过咱们的邮政线路捐赠了很多物品。那今天呢，是的，咱们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武汉邮政艺术团的艺术家们有原创的作品送给大家，而且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跟咱们刚才讲的都完全契合了，叫什么名字？都是一家人。哇，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洗耳恭听啊。好的，来，请我们的后台老师准备好，也请我们的各位演员各位歌手准备好。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演员朋友都来自于武汉，是他们的原创歌曲。演员朋友包括方三俊、洪晶晶、蔡峰、于田、樊城、林爽、胡斌和李文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在这个熟悉的夜，突如其来一场战争，千家万户，我们的命运连成不能分离的线，还是这
个除夕夜，多少天使放弃欢聚，每人都经历自己职责，联手一心抗疫情。特别好，特别好，你知道吗？早早刚才他们不光是送上了他们原创的歌曲哈、而且他们配的这些个画面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尤其是我看到那些武汉城市的夜景，还有这个大桥，这个等等等等，就一下勾起了几个月前你的回忆。当我们宣布武汉封城的一刹那，确实这座英雄的城市啊，为了整个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健康，为了其他各个中国这个人的健康牺牲了自己，所以在那一瞬间我是感觉到我几乎眼圈又都快湿润了，眼泪又快下来了。所以特别感谢我们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武汉邮政艺术团的朋友们，他也是我们跟海外华人的一个桥梁，一个枢纽啊。邮政这两个字特别特别的凸显，在国内正在要紧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通过他们传递来很多海外华人的爱心捐资捐物，甚至送来了一些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深情的话语以及声援，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您说的没错，尤其是当中那句歌词哈，我们都是一家人，说的太好，尤其是身在海外的，我相信每一个身在海外的华人到疫情到难关的时候，心里总是会想着祖国，想着在祖国的青年，想着我们的祖国母亲。是的，我们都是中华好儿女，那句话让我真的是眼眶湿润。哎，确实是好。我们今天这个音乐会还有什么好节目啊？要一一推荐出来。没错，今天刚才已经有这个观众朋友大概是知道咱们的节目单了，已经在问了这一位非常非常的有人气、澳大利亚的华人女高音歌唱家翟慧娟女士。她在意大利呢旅居了8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是澳洲国家歌剧院签约的唯一的中国首席女高音歌唱家。哦，她饰演过非常多的角色，因为大家知道，在海外很多人喜欢看歌剧嘛，歌剧当中呢就有一个经典作品《蝴蝶夫人》，她曾经呢就饰演了当中的乔乔桑 ，JoJo Song，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角色。对的，那今天呢，她就要带来她的拿手的唱段《蝴蝶夫人》选曲《晴朗的一天》。哎，好极了、好，让我们一起洗耳恭听。晴朗的一天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祝愿。Thank you.
啊，太美了，我都不敢说话，我怕有时候我们打断他们欣赏的这个思绪，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哈。没错，嗯啊，这位老师演唱的非常好，非常好，是，啊、谢谢贾老师。而且这个。嗯，这个晴朗的一天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寓意哈，也寓意着我们这个疫情赶快过去，我们能够战胜病毒，我们不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迎来晴朗的一天，开始我们新的生活。嗯，谢谢，也谢谢我们的周老师，您说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是来自于疫情还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地区，嗯、咱们北美的加拿大。哦。在加拿大的哪一个地方啊？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Montreal。蒙特利尔，哦、嗯，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在线上吗？嗯，在的。来，我们有请孙海燕老师。海燕老师，您好。啊，孙老师，您好。大家好，大家好，看得见我吗？嗯、看得见，看得见啊，好漂亮，好漂亮啊！看得见，海燕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哎，很高兴啊，我们主办方给我。哎，给我们有这样一次云聚会的机会，嗯，耶、yeah ，特别好。那么我介绍一下啊，嗯，我们，您说、嗯，听得见我吗？听得到。啊、得那么我呢是在蒙特利尔，哎、嗯，蒙特利尔这边呢真的是加拿大最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地方，我们的比例呢就占了整个魁省占了整个加拿大一半的。那个确诊病例，然后蒙特利尔又是魁省最、哦、又占了魁省的一半，所以我们还真的是、嗯、在疫区当中。不过我们的华人呢、嗯、不容易，我们的华人呢就是在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全民行动、嗯、捐款捐物，然后呢我们下班呢现在又是给这里的医疗机构和老人院也在、嗯捐物，所以呢、嗯嗯、真的是我们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打了全场的蒙特利尔华人，为在这次疫情当中打嗯嗯好好好那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现在咱们华人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嗯、因为我知道有的观众朋友可能担心说买菜好不好买呀，民生怎么样啊。嗯我们华人应该说都是非常的自觉，尽量的不出门，出门呢也是戴口罩啊手套，嗯，回来也一定做足所有的消毒，然后呢也尽量的、嗯、像我就尽量在家里，然后学会发豆芽啊做面包啊，哦，然后对，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准备学做油条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学做油条？为什么？嗯，为什么？因为据说在国内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家家户户都是在家里做各种美食，但是只有当我们的国粹油条出现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拐点，所以呢，我也准备。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希望拐点尽快出现。是的，是的，这个疫情让我们国内家家户户哈都成为了美食家，也都成为了名厨啊。所以说这个油条啊，刚才你讲，大厨这个油条啊，可能也是一个某一种巧合吧。它是我们非常这个有代表性的、嗯、我们中国人的这样一个食物哈，一个美食。没错，没错。所以油哎，我们也叫双管齐下啊。油条是两根在一起嘛啊，双管齐下也象征、啊、哎，也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我们要。互相支撑啊，要互相支持啊，我们不管在海外还是在国内有困难，我们都要互相给力，互相帮助，互相加油，我们来度过这段最困难的。对对对，我们有信心，好好，我们有信心，对，我们有信心一定会战胜这个人类共同的病毒。是的，好，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加油。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嗯，哎，我实际上我还没有到过蒙特利尔。这个蒙特利尔啊，有几个老乡啊，欢迎您有机会过来。有几个我的老乡就在那里边生活啊，他在这个网上的名字叫冯少 啊, 啊，还有一位常英成常总，这都是我在国内的好朋友。哎，冯少是我们天津的老乡啊，我这也是天津人，所以说呢，有几次呢，我们的主办方。
哎，有几次我们策划这个活动，就想把国内的很多的这些文化的产品、文化的这些名家，能够到那里去，去跟我们的那里的华人朋友们在一起联欢，但是总是阴差阳错的没有形成。那么这是我第一次哈，通过线上和蒙特利尔这座城市能够亲密接触，也再一次祝愿我们那里的华人朋友们能够坚持下去，打赢这场这个攻坚战，我们健健康康的，我们下一次在那里一起联欢，一起来共同庆祝我们共同的胜利，好不好？特别期待，特别期待，谢谢周老师。好的，谢谢，好，谢谢，谢谢海燕，谢谢，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去欣赏我们艺术家的表演。是的，接下来还有精彩，非常精彩的表演哈。其实，周老师，我觉得疫情也改变了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方式。可能以前大家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线上哈，大家都学会用这个线上的方式来办音乐会，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以后我们会越做越好，我们会跟着大家的意见会有所改进，会越办越多，越办越好。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接下来什么节目呢？接下来这个节目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跟您刚才说那个油条手牵手正好搭上了。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原烟台市歌舞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吕嘉的男高音歌唱家刘建军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原创的歌曲，名字就叫手拉手。在疫情面前呢，我们用爱的力量心手相连，我们一起来欣赏。好的，我们前后
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非常嘹亮的高音哈。像银铃般一样的声音哈，非常通透。这个男高音非常通透，而且非常的华丽。这个音质啊，虽然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好像没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厅那样的一个欣赏的声场，但是确实这个男高音打动了我。很棒很棒啊，没错，嗯，在这里呢也稍稍的提醒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呢在观看的时候出现了音画不同步的情况，比如说只能听到声音或者画面是黑的，您刷新一下就好了，来自于导演组的小小的小贴士。好的，嗯，好，接下来有哪位朋友和我们见面呢？嗯，是的，接下来这一位呢来自于欧洲，可以说是疫情的也算是重灾区了，因为他的 Prime Minister 他的首相都曾经被感染，这一说您就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就是英国，英国的，没错了。我们的嘉宾江里老师，江老师您好。啊，江老师你好，大家好，可以听到吗？大家好，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哈。啊，对对对，是的，我们在这个前面调试连线的时候，就一直看到这个画面哈，我们的江老师一直在这个镜头前哈，在守候着大家。我看您时不时的还喝上一杯咖啡。哎，好像我是觉得英国那边的情况好像是不是现在好了一些了？嗯，对的，现在呢，英国这边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因为他们的开始的时候有点放松，所以呢，就现在变成了那个情况呢，也比较严重，那个数字看起来，也是比较不理想的，但是呢，现在呢，暂就是已经在稳定下来了，可以说是稳定下来。可能因为那个这种封城的那种措施呢，就几个星期的封城的措施呢，就有一点点效果了。对，是这样的。那我们想问一下说，作为华人朋友哈，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咱们美国华人捐了好多东西，相信在英国的不管是华人也好，还是商会各种组织，应该也有所行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对，在英国的话呢，其实英国的华人呢、一直都非常关心祖国的，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啊，都会出来挺身而出，比方说在1990年代的时候，那个华南水灾啊，后来的汶川地震啊，这些都是在英国这边的华人，都是在一起来捐款捐力支持祖国。对的。这次新冠也一样了，在新冠在武汉爆发的时候啊，各地的华人就有各种各样的那个筹款支持活动。这个包括深圳商会啊，我是从深圳，我是从深圳过来的，深圳人。哦，深圳商会，对呀、还有湖南同乡会啊，还有各种商会啊，学生会，各种华人团体吧，艺术家们呢，在各种场合、或者网上啊，组织一些音乐会，中中演艺学会，就搞了一场就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慈善音乐会。上海商会啊，北京同乡会啊，也搞了一些网上的音乐会，就专门给那个留英的学生，还有这个华侨啊，这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娱乐啊。还有中国大使馆啊，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的，就给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啊、中国游客啊和在英国华侨提供很多那些资讯资料，还有一些的领事的那些帮助。所以对对对对，都有很多这种活动。对，我们在国内啊，其实也通过各样的一个媒体也能够看到，多多少少看到一些在国外的一些个消息哈、是每当我们看到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领事馆大使馆能够带去国内很多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心声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他是谁，经常在这个拍这个短视频哈，能够我们国内能看到他能够拍上这个英国的一些街头的一些个画面，还有英国现在我们这个华人生活的一些个画面，特别是当他们领到一些这些物资的时候，比方说那个口罩，比方说这个那个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激动的。所以刚才我们也听到我们的江里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每一次在国内有灾难的时候，有大事的时候，我们海外的朋友们，尤其我们来自英国的各个商会各界的朋友们都送来了爱心，这一次让我们充分感觉到我们最团结的就是华人，最团结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是不是？就像你说的话呢，在国内一有事情的时候，比方说这次一开始爆发在武汉的时候，很多物资都是往国内寄出去的。但是现在英国的情况，国内的情况稳定了，英国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么这个物资又往回
寄回来了、嗯、所以呢这个忙得不得了，那个运输的东西。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这里的华人呢有一些医生啊，特别是中医，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的。在英国这边呢，我们有一些中国的医生，特别是中医，还有一些呢是从国内来的、嗯、有经验的，在国内已经对那个新冠有经验的医生呢，就组织一些、嗯、网上或者电话的资讯活动，专门给中国的华人、嗯、在英国的华人、嗯、深圳商会也搞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组织。然后的话呢、嗯、就是很多华人呢虽然在这边住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英文呢还是不是怎么好，所以呢他们就很需要这种就是自然是吧，电话的资讯是这样的。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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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姜老师，我知道接下来这个节目哈，因为节目部分我很了解，接下来这个节目跟您有着很大的关系，给咱们介绍一下。哦，对，这个呢，也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国内的这种疫情啊，特别是看到很多我们国内的白衣天使啊，为了忘记了自己了，为了别人这样的贡献，说白了我就是。就创作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哦是您创作的啊、哦？对，就是我创作的一首曲子，叫做有你有我，因为我想啊、嗯，因为我当时一直在看这些东西的话，一直在想，你看这里是有我了，那里是有你了，其实世界是没有距离的啊，那里有你，这里有我，我就想我们可以共创世界美丽，所以这个主题就慢慢就出来了，嗯、后来呢就明白了。跟我们的那个英国的一个歌唱家啊，王贝贝女士，一起商量，后来就她还在那个音乐会上还来唱了这首歌，所以今天呢就特别介绍给大家啊，希望大家喜欢。好的，谢谢您。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姜丽了，姜丽老师，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王贝贝女士哈、啊，她是女音的女高音歌唱家，数度呢在伦敦的西区以及意大利有非常成功的演出，也获得了英国首届音乐玫瑰奖，还有凤凰卫视的美动华人颁奖年度的艺术飞跃奖，所以相信她一定有着歌喉。那接下来我们不妨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姜丽老师原创的《有你》。有我，好，欢迎欢迎，嗯。大爱有声，四海同心。我是女音歌剧女高音歌唱家王贝贝，有你有我 ，Together。心内血滴
谢谢王老师啊，谢谢王老师，太棒了。那我不知道周老师您了解吗？其实，在海外有很多的华人，像我们也捐款捐物嘛，在捐款捐物的时候啊，咱们现在留名字署名的时候都不写个人名字，不写组织的名字，咱们只写 Chinese community。我们只写是华人社区、华人社群，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捐赠的时候，像我们谢谢您，谢谢您，我们捐的很多的这些医护人员，他其实也不知道你河南同乡会到底是哪儿呢，不知道，所以后来咱们在群里一呼吁，就说这样吧，咱们就写 American Chinese， 因为我在美国嘛，我们就写 American Chinese Community 或者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我们就写美籍华人群体，让大家知道咱们中国人民不管是身在海外还是哪里，我们都关心着其他族裔，我们是很高兴很自豪我们是中国人，同时我们把这份正能量传递出去。特别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您也捐过款捐过物，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哈，我们也给您的热心点个赞。好极了，刚才早早这首歌呢非常好，适合我们，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我是中国人。下次咱们捐款的时候可以放这首歌就写我是中国人啊。这个是来自哪里的朋友给我们献上的精彩节目啊？是的，这是来自于咱们美国的旅美的低男中音歌唱家李敖老师。那么李敖老师呢，原先是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的教授，同时呢他又是旧金山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芝加哥抒情歌剧院、西雅图歌剧院、犹他州歌剧院、北卡罗来纳州歌剧院等等等等，知名歌剧院演艺中心的签约歌唱家。说的再多，不如聆听他真正的天籁般的声音。那我们就没错，有请咱们的李敖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一曲《我是中国人》。中国人。
声告诉世界，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刚才你介绍我们这是一位叫 低男中音是吧？是，没错。哎，我觉得这个声音太棒了，非常有磁性，而且一般的音炮效果。哦，是的，是的，我相信这是在线上啊。你看，我是用这样的耳机在聆听，而且远隔万里。我相信，如果是面对面的，在我们专业的这个剧院演出的话，一定是更有这样的一种感染力。而且这首歌确实是符合我们今天线上音乐会的主题，我要都是表现了我们中华儿女这样的一个自信，表现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团结，我们的一种奋斗精神，骄傲的大声说出我是中国人，谢谢谢谢啊，嗯，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和嘉宾互动的环节了。接下来这位嘉宾呢，他来自于一个略显绕口，尼日利亚。有的朋友可能发不清楚，我也是费了好大劲儿给他发清楚了。尼日利亚，对，这一位呢是，当然这是一个非洲的人口大国哈，非洲人口第一多，两亿多人口大国。这一位呢叫做卢婷婷老师，婷婷老师您好。您好。您好，主持人好。婷婷老师。好。您好。我一看叫婷婷特别亲切哈，因为我这里给大家爆个料，我爱人就叫婷婷啊。所以一看到婷婷这两个字就特别亲切。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尼日利亚目前我们防疫的情况又如何呢？嗯，在尼日利亚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呢，医疗的这个问题，所以实际感染的人数呢应该已经远超过了这个报道的数字，所以在人口密集度比较高的这个尼日利亚呢，就是一场持久战了。那这边的这个使领馆呢也高度的重视，我们成立了这个联防联控机制平台，然后也给我们这个在尼日利亚的侨胞送来了健康包。对，我们的侨胞侨团中资企业都有做一些相应的防控计划。
在中国疫情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为武汉为国内呢做了很多的捐赠。那现在呢，我们也为当地的政府当地的民众，我们也在筹集捐赠，捐款呀，物资呀，各种各样的捐赠一直在做。这个本地的官方媒体也对我们大量的报道了我们的善举，报道了我们这个中尼同心抗击疫情的一些新闻，现在大概是这个样子。特别好。我觉得早早啊，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让大家欣赏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的一个精彩节目，最难得的是我们能够最面对面的直接了解到各地的疫情防控情况，尤其是我们这些华人，我们的侨胞，他们的所作所为能够被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和认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好的。喂，对，现在网络时代哈，海量的信息，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真假，不敢相信。是的。但是如果像有婷婷老师这样的，对不对？有社会公信力的人物，到直播上来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看如此气定神闲。虽然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是超过了官方数字，但是还是存在着希望，还是有控制的能力。是的，好。中非本身就有友谊的传统啊，也希望我们在那里生活的侨胞朋友们、华人朋友们能够健康，能够安全，更希望我们那些非洲的黑人朋友们也能够健康安全，我们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园。没错了，谢谢，谢谢婷婷老师，谢谢，谢谢，一带一路的明珠，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实际的办一场音乐会，我们再见，谢谢，谢谢婷婷老师，谢谢，好的，谢谢您，早早。早早啊，这个下下来又有好节目给我们送上没有啊？没错，接下来这个节目就是说我的啊，并没有。接下来这个节目，因为这个名字好了，这个名字叫《中国好姑娘》，一会儿观众该劈天盖地的骂我了。这就是说早早的《中国好姑娘》啊，好的。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这位青年的歌唱家王子飞老师，他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年歌唱家，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当然呢也被文化部选派到了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与演出。那么他有发行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就叫做《中国好姑娘》，这是他专辑的主打歌。同时呢他也发行过纪念邓丽君我心之君心的演唱会特辑，这两张呢都收入了十大发烧唱片当中。那相信这一首呢也是一定有着他独特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中国好姑娘》。好。绣上一个风景笼为我做嫁妆，来做一个中国梦让我睡得香，娇美的红脸庞是中国好姑娘，浸泡一杯大红袍吻来茶花香，愿闻一壶女儿红江南最故乡，轻轻的草原美高原似天堂啊，唱一首中国情歌传遍四方，中国的好姑娘东方茉莉香，全天下最美的花开在我家乡，我家门前黄河黄城墙万里长，你要是来我家我的情歌为你唱，中国的好姑娘最美的花正艳在东方，我家人每个善良情深意悠长，我就是爱唱歌的中国好姑娘，
为我做嫁妆，来做一个中国梦，让我睡得香，娇美的红脸庞是中国好姑娘。浸泡一杯大红袍，闻来长花香，愿闻一壶女儿红，江南最故乡。青青的草原美，高原似天堂啊，唱一首中国情歌传遍四方。中国好姑娘，东方茉莉香，全天下最美的花开在我家乡。我家门前黄荷花，春香万里长。你要是来我家，我的情歌为你唱。你又唱，我就是爱唱歌的中国好姑娘。中国的好姑娘，东方茉莉香，全天下最美的花开在我家乡。我家门前黄荷花，城墙万里长。你要是来我家，我的情歌为你唱。中国的好姑娘，千里牡丹全天下最美的花正艳在东方。我家人每个身量情深意又长，我就是爱唱歌的中国好姑娘。我就是爱唱歌的中国好姑娘。老师，我看你都跟着歌曲都跳起来了、啊、非常有律动感，而且这首歌你看是歌唱，是歌颂早早的歌啊，这一定要认真的聆听啊。没有没有，哎，确实这个歌非常有节奏感哈，我相信很多人在锻炼的时候、哎、很多跳舞的朋友们很可能会用到这首歌哈、挺不错的，挺好、挺接地气儿。没错。接下来的这首歌呢风格就完全不同了，接下来这首歌有点如泣如诉的感觉，应该算是民歌的一种了。那这位歌唱的演员朋友呢是我的好朋友了，美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胡薇薇老师，她曾经呢获得了全国念儿写星海杯声乐作品大赛的最佳新秀奖，华东六省一市蓝鸟杯的演唱大赛金奖，还有呢全美歌唱大赛纽约第一名，而且出版了自己的音乐专辑《乘着歌声的翅膀》，那么也是一个时常活跃在纽约各大舞台的歌手。那么今天呢，他要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九儿》。这首歌非常的有那种如泣如诉、婉转动听的感觉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九儿》。好的，《九儿》啊，这是我们红高粱的主题歌《九儿》。
声情并茂啊，声情并茂，没错，还是有一点在原作的基础上，还是有一点点的新的编配。我觉得还是用这样的一种美声的唱法来完成这样的一首流行音乐，而且具有我们浓郁的民族风，还是非常有特点的，非常有特点的。嗯，是祝贺演出成功。是情感的流露哈，它是一种真情的流露，能感觉到微微老师的真情。嗯，好极了。嗯。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是，没错，继续连线。我们要连线的这一位呢，刚才哈，加拿大那一位是在咱们美国的北边，现在呢是在咱们美国的南边。我们要采访的是身处于南美巴西的李青霞团长。李团，您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现在就是在巴西，在圣保罗。那么您是不是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巴西它现在的疫情的状况如何，包括咱们华人的生存状态如何？好的，那个当前呢，我们巴西的疫情是非常严峻的，尤其我们圣保罗是重在一起，那个我们巴西的华人呢，还算是比较有比较强的防疫意识，大家呢等疫情在蔓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早早就准备了一些防护的那些物资，那么也是很自觉的居家隔离啊。但是这个巴西的这政府，尤其是那个总统，他是治这个疫情这么严重不顾，就是采取的是反隔离的政策，与地方政府呢是对立的，那是干扰这个封城的这个措施，所以再加上巴西那个医疗条件非常的缺乏。那么要对于确诊的病人能够入院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我们是华人呢，就是对这种情况我们非常的压力很大，也是处于这种恐慌担忧的当中。但是我们华人还是非常团结的，很有凝聚力，那尤其是在总领馆对我们很关心的指导下，我们华人协会牵头，组织我们有六十几个侨团，大家组织起来，那么全部是捐款捐物，那么上半场我们也是捐了大批的物资给那个驰援中国各地武汉，那么我们华信艺术团也是首当其冲，也是第一首次首批。是把医疗物资捐送给中国的社团之内。那么现在巴西这么严重之下，我们还是继续大家发动起来，把原来上半场遗留还没发出去的一些物资发给一些华侨，还有分批的捐送给公立医院还有定点医院。那么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成立一些志工队，我们的志工队还有举办各类的医疗知识讲座啊，请国内的专家啊，我们还有各个会里面成立一个援助的那个指挥部，所以说大家华人还是共同抗疫，要战胜病毒。那么我们华信艺术团也趁这个机会发挥了优势，开展一些线上的一些音乐交流啊，用歌声鼓舞大家的士气。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我们的李团长，也感谢您所率领的我们的艺术团给大家带来艺术的享受。那今天呢，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由华新选送的节目，谢谢李团，谢谢您，保重身体，谢谢您。刚才在李团给我们讲述的时候，我隐约听到好像有救护车的声音啊。对，这是我们窗外的救护车。是你们窗外的救护车哈？对，我前天我看到一段视频，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巴西的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说，现在我们巴西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超过了中国。他说那又怎么样？那又说明什么？我又不是救世主。天哪，我都看到这个视频，我简直不可理解啊！有时候我就说特别不可理解，我们有时候就是当地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有时候对媒体的一些个态度和对疫情的一些个态度和政府的一些做法。所以，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我们就有这样的凝聚力，就有这样的一个战胜疫情的决心，而且中国人是最团结的，我们就用中国人的亲情、中国人的大爱、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好办法来抗击疫情，
做好隔离，防护好自己，保护好我们每一个人。好，谢谢。是的，是的，没错。其实咱们中国人不光是自己做好防护，很多的还介绍经验，比如说介绍中医的一些、方子啊，对啊，看到很多这个中药方都送给老外朋友用，还有口罩的发放很多、相信巴西会逐渐有所好转、只要咱们的华人朋友持续发挥我们的热量能量。好的，那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个作品啊，这一位歌唱家朋友呢，来自于欧洲，真的是，这真的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意大利，真的是疫区啊。女高音歌唱家叶璐老师，她曾经呢获得了意大利歌剧艺术的终身成就奖、纽约卡拉斯奖以及意大利骑士文化形象大使，连教皇 Francesco 的生日晚会。音乐圣诞的音乐会都邀请他作为表演嘉宾，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耳福了，享受一下教皇的待遇。好，来我们欣赏这一首意大利歌曲《Mattinata》，希望我读对了。大家好，我是叶璐，我就想跟大家说几句话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就是录音的条件真的是。就是不可能，不是是差，就是几乎是好像是不可能啊，因为就是我的这个伴奏音乐在我的手机里边，然后呢我必须要用这个手机来录这个录像所以呢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情在意在这个质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好吧，今天我就给大家献上一首意大利歌曲 Mattinata。这个声音一出哈，马上就不一样了。听不见周老师的声音呢？现在能听到吧？现在有了，现在有了。虽然我通过耳机呢听到了一些，尤其到高频比较强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断断续续，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我们那种演唱的魅力啊，这种专业的意大利美声唱法的这种魅力哈。我们也通过。看到很多意大利的朋友们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在阳台上都在放声歌唱哈，所以这种浪漫主义情怀，不管什么时候，也是在意大利是最有这个代表性的。前几天吧，我们姜昆老师，我的老师姜昆老师，我们还专门给意大利的华人朋友们送去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中国和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一个加油，希望那里的华人朋友们能够坚强，能够坚持下去，能够战胜疫情。虽然那里疫情很严重，但是通过这样的音乐的一种表达，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希望，看到了很多人的这种信心，
我相信意大利会越来越好，疫情一定会被我们消灭的。是的，任何时候希望都很重要，非常重要哈。刚才周老师您也提到了，您的这个相声方面的师傅是姜昆老师，我知道您在声乐方面也是拜了老师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上网查过您的啊，接下来这首歌啊，应该来说是专业的人士特别特别喜欢演唱的《芦花》，很多专业的歌手在很多晚会的时候。都喜欢演唱芦花，是不是难度很高，但是对嗓音的要求要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要欣赏到这一位是要欣赏到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陈琳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她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声乐指导老师，那大家呢都称她为叫多伦多百灵鸟。他有着20多年非常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那么大家都称赞他说他的演唱啊非常的大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由陈琳老师演绎的这首《芦花》。大家好，我是叶璐，好，这里边已经连线了啊，大爱有声，四海同心。全球华人线上音乐会，为大家奉上一首《芦花》。Thank you.
不一样。这个我不敢点评，老师，您是专业的。都是没有吧？这首歌呢，在国内经常听啊，这也是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样的用这种美声唱法来演唱。这是有几个我都非常熟悉的好朋友，贺东九老师的词，印青老师的曲，雷佳来演唱的一首民族歌曲，就中国民族声乐歌曲。所以我也非常高兴哈，就是很多的民族音乐呢，越来越得到我们世界各地的认可。首先说通过我们的华人来传播出去的。有时候到国外去做演出啊，去做这个文化交流，也能够听到很多那里的朋友们在演唱国内朋友们经常喜欢的音乐或者是文艺形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是无国界的，真的是无国界的，它能够让人能够迅速拉近距离。这首歌演唱起来就会一下脑海里都会想到自己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对，早早，你的家乡是哪里啊？我的家乡是安徽。安徽呀、啊。哎，这首歌描绘的地方就离你的老家不远。哎，哦，是吗？哎，对了，哦，对了，对了，离你的老家太好了。哎，这个还真的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哈。有的时候可以上网查一查，或许有很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和你自己其实本身就有关系。挺好，今天听了音乐会还学了知识，太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好，周老师和你的家乡应该是没什么关系。跟我的家乡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好，接下来这个呢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华星艺术团的团长、哦、同时呢也是女高音歌唱家李芬老师、哦、哎，要带来了一个关于毛利族、哦、那是澳洲的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个土著民族毛利族的一个毛利情歌，非常的有意思。嗯，好，您对毛利族有所了解？ 我看您有话要说。没有，我去过新西兰，我也到过毛利族他们那个生活的地方去。当然它是一个文旅项目，我们看到很多当地的毛利人给我们来做他们那样的一种表演，穿着那样的一个特色的服装，赤着脚拿着鱼叉等等等等给我们在那表演。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但是能够感受出毛利人那样的一种热情和对生活的一种执着、嗯、特别特别的希望赶紧听这首毛利情歌。嗯，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一首《毛利情歌》。
谢谢李芬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嗯，钟老师，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首歌虽然没有那种很高的高音炫技，但是我仿佛看见了大海，我觉得有那种软软的绵绵的波涛的感觉。这是不一样的毛利的一种风情啊，毛利族的风情。我们一般对毛利族的那个歌曲的印象都是节奏比较欢快的啊，就是这个是这个状态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抒情的一种缓缓的，又道出了一种他们那种内心的不一样。哎，这是我好像听到不多的这样的一种调子的毛利族的歌曲啊。嗯，非常好。是的。好，接下来有哪位朋友跟我们连线呢？嗯，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在亚洲算是挺严重，因为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咱们的邻居日本是的，其实还挺严重的哈。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来自于日本的聂二中，聂老师，你好，聂老师，你好，嗯，大家好，我是日本中部中国文化艺术联合会的聂二中，我现在在日本的名古屋。嗯啊，空巴娃、哦、在名古屋，空巴娃，空巴娃。现在呢是5月3号的0:29，马上就是5月3号的0:30啊。咱们现在日本那个地方的疫情防控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叶先生。嗯，日本呢，目前呢，截止到昨天为止，感染的人数呢是11700人。死亡人数呢458人，治愈人数呢3466人，5月1号一天感染的人数呢193人，所以呢，目前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呢，目前日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紧急状态，也就是说是软封城。软封城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号召大家呢，尽量不要外出，在家办公。把人与人的接触减少到80%左右，每个人。所以说呢，但是它是号召，不是强制，就希望大家不要出门。马上这就是说，不是马上，这现在就是黄金周。说黄金周期间呢，希望大家呢，不要回家探亲，在网上探亲，网上和家人联系。也不要出游，因为很多这个就是游玩的名胜的地方呢，把几百亩的很好的花田全部都剪了，也有很多很珍贵的花木也都剪掉了，所以有就是名胜古迹吧都封了起来。现在目前是这个情况，目前呢小有成效，稍有好转，但是呢还是比较严峻的。咱们华人华侨呢自我保护意识呢比较强一些。截止到目前我还没有听到我身边的华人华侨有被感染的消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感染非常好哈。那虽然没有感染，但是我觉得一点儿也没闲着，是不是？我们有个段子是这样说，新冠疫情，中国打上半场，外国打下半场，海外华人华侨打全场，我估计您也是打了全场的。对，马上卡我们日本的华人华侨呢，在疫情的初期呢，我们这个忙于向国内武汉等地组织捐赠口罩、防护服、手套等等等等。我们组织大量的口罩和防护服捐赠了国内。接下来呢，日本也发生了疫情，我们还向当地的小学校还有医院也捐赠了一些口罩啊、医疗用品。同时呢，这里面呢。我们还配合总领馆、使馆向华人华侨留学生分发口罩、健康包，组织大家共同抗击病菌。另外一个，这里面呢，我简单的举两个小例子，是比较有点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当在疫情初期的时候，中国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日本一个小女孩在街头募捐，为中国募捐，她这样呢成了一个网红。接下来就在前两天呢，一位在日本上学的中国籍的女高中生，她组织募捐了2万个口罩，捐给了当地政府，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同时还有一个就是疫情初期呢，我们是在名古屋的，我们这个叫爱知县，其中我们有个小城市呢，很小的一个城市，它向中国的某一个城市捐了4500个口罩。但是这疫情发生了以后呢，这个市长很困难，说我们这没口罩了。这个中国那个城市知道以后呢，回捐呢
5万只口罩，它的10倍以上。所以现在呢，这个疫情初期有大量的我们华人华侨，同时还有日本友人向中国捐赠很多物资。现在呢，国内呢有大量的物资又捐赠了回来，所以就体现了一个大难之时，互助是没有国界的。是的，嗯。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所在的地方叫名古屋，是丰田汽车的附近，丰田汽车的所在地。我们这边华人华侨呢，就是有个叫我们这边是名古屋华人中心等华侨社团，在这次疫情之中呢，组织大家首先是支援武汉，支援国内，完了以后呢，又帮助当地医院和小学校支持他们，同时呢，帮助华人华侨渡过难关。配合总领馆抗击病毒等等等等吧，也做华人华侨社团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谢谢您，啊、谢谢聂老师，您辛苦了哈，不仅给我们自己要贡献，还给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情况。谢谢您，也希望日本能好起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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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聂先生，嗯，谢谢，谢谢，嗯。啊，现在我们北京时间已经是23:34了哈。是的，所以说是的，是的，已经快要跨越这个时间零点了。跨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赶快后面还有精彩节目给大家来推送啊。嗯嗯，是的，我们接下来呢要欣赏到的这位演唱家，这位歌手就是来自于日本。那我们要请到的是旅日的男高音歌唱家包金钟，他要为我们带来的呢是歌剧《图兰朵》的选段《今夜无人入眠》，卡的这个时间点太好了，来有请。Amen.
起聆听了一遍经典哈，非常好的一首歌。没错，也非常应景哈、现在北京这边确实是今夜无人入睡。对，快要到凌晨了，观众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被应该是所有的海外华人，尤其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现在心中想要说出来的五个字，叫我爱你中国。要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的呢，是身在美国的女高音歌唱家宋小花老师。她是一位戏剧女中音，曾经获得了加州国际声乐比赛的第一名， CCTV 青年歌手大赛的我们的优秀成绩，还有全国总工会文艺汇演的一等奖、中国长三奖声乐比赛一等奖等诸多的奖项。那么呢，她最擅长的就是音乐剧话剧的部分，那听一听他怎么样用音乐剧话剧的方式来演绎这一首《我爱你，中国》。Oh,
好，特别好。真的，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人，我特别能体会到这首歌。我们有一次我们在林肯中心做一个表演，然后当时那段时间有一些反华排华的情况，偶尔有一些冒头。那一次可以说林肯中心形成了一个大合唱，大家一边唱一边热泪奔涌，然后大家当走出林肯中心那一刻觉得什么都不怕，祖国永远在我们身后，那种感觉我永远都记得。今天听这首歌呢，这个感情又是不一样。我记得去年啊，2019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应该是在2019年度全世界的华人圈里边演唱频率是最高的一首歌曲。不管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唱这首歌曲都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情。那么今天此时此刻，在2020年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的中华儿女又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主题凝聚在一起，有强大的祖国作为我们的支撑，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我们面对所有的困难会一往无前，所向披靡。是的，一定会的。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连线下一位嘉宾的时候了。这一位呢，我认识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都称他为叫何团长。他是身在马尼拉的佩兰艺术中心中华民族艺术舞蹈团的何佩兰团长。何团，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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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师好，您好，早早好，何团长，你好，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马尼拉现在的疫情情况如何？咱们华人的抗疫的准备又是什么样的？好，此次疫情呢扩散到全球，那菲律宾也不例外啊，现在还是无法控制，还在持续的蔓延当中。对，那在菲律宾这个我们华侨华人非常多，有200多万，所以这股力量我们上半场为祖国加油，我们包括我们的小宝贝以我们的华社各社团一起我们合作有拍摄了一组为中国加油为武汉加油的视频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在我们华社上半场就是为祖国加油，下半场我们为住在国加油。我们现在都在积极的投入抗疫。那这个有关我们下半场的怎么做，为打赢这场战役，菲律宾华侨华人各社团组织呢启动了捐款捐物，这个就是购买了这个医疗的用品以及华社这个非常需要的这个大米。我们把这些物资用品都集中到这个由菲律宾这个非华商联总会旗下的这个华社基金会，叫做我们菲律宾的华社救灾基金会对，然后一起统一分配。那么送到政府的这个方向就是主要是这些医疗一线的医务的人员。然后粮食大米呢都送给我们华社还有以及菲律宾政府社会平民所需要的。对，这个方向我们这个由华社这个救灾基金会统一整合。在这个疫情日期严重的时候，我们祖国特别送来了我们专家团队莅临指导。我们也知道在菲律宾这个疫情当中一定要控制好，因为我们属于热带地区，那么我们祖国来到这里专家人员还有我们的主要是由我们的大使馆以及我们的非华各界来协助，为这一次疫情大家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祖国还特别送来了急需的用品，使我们海外华人呢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给我们这个战胜疫情
坚强的信心，因为我们在他乡，祖国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所以这是我们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嗯，我们相信全球抗疫，抗击疫情一定成功，世界各国人民加油。好的，谢谢，说得很好啊，谢谢老师。嗯，谢谢您，谢谢，说的太好了，谢谢。其实到最后，其实不是哪一个国家，是全世界各国人民，我们一起加油。是，谢谢您。我们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地球是我们的地球，我们大家的地球村，不分国界了。此时此刻啊，嗯，是，您说的太好了。那接下来这个歌呢，既然咱们都不分国界了。那咱们就听个西班牙歌吧，一起来欣赏一下风靡全球的西班牙歌曲，名字叫 Besame Mucho， 是不是很有那种拉丁风味？翻译出来就是无尽的吻。无尽的吻。嗯，是由一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男高音歌唱家，著名的李振涛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他在2005年呢获得了全国声乐比赛文华奖的最高奖项，同时呢也是意大利沃尔托里尼国际声乐比赛的第二名，也是文化部的优秀演员。那让我们一起来尽情的享受这曲 Besame Mucho。Besame, be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e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después. Quiero ponerte muy cerca mi alma.Ojos ven del mundo a mí, piensa que la España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首歌叫这个名儿，这个歌非常的熟，这个旋律太熟了、好听，唱得好，确实唱得好，钢琴也弹得好，专业歌唱家就是不一样啊。而且你看人家那个相机还在动呢，你看咱俩的镜头在那不动，还有专属的摄影师。挺好，是的，那么也谢谢咱们的李振涛老师。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一位呢是荷兰，来自于荷兰，不是那儿，荷兰的荷兰，对，荷兰的华人女高音歌唱家吉小兰老师，她是荷兰皇家勋章文化艺术唯一的荣誉获得者，同时呢也是首位受邀出席荷兰百年传统马术节，同时呢演绎中华传统歌曲的华人。他还获得了荷兰皇家荣誉勋章，也是登入了荷兰皇家舞台的首位华人歌唱家。他今天呢要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曲目叫做《中国希望》，非常有好的一首歌曲，也希望中国为我们这个疫情的转折带来希望，大家多多抄抄咱们中国的作业。
疫情就能度。来，一起听这一曲《中国希望》。哎呀，声情，
啊，声情并茂，你看这个，这包括动作、表情都非常的到位哈、啊，就像在舞台上，在舞台上演出一样。哎呀，早早啊、嗯，你看这个时间真是不经过，这一晃马上就要步入今天的零点了，北京时间马上还有几秒钟就要进入零点了，嗯。我们已经直播了上线的两个小时了。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卡着这个零点的钟声敲响，有点春晚的感觉，周老师上春晚听卡着这个零点钟声敲响哈，为大家介绍出来周老师的好朋友，也是本次咱们音乐会艺术指导、哎、对，王宏伟老师，他要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我听见了爱。是的，有请王宏伟。真是太好了，饱含感情。嗯，这是一首新歌，
我这是宏伟老师，可能是最近专门这样的演唱的一首新歌。王宏伟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解他的唱歌的风格，像西部放歌呀，这个等等等等，都是这种有我们中国西部这种非常高亢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今天这首歌唱的如此深情，如此有这种流行风，我觉得也是用心准备了，而且这个歌词的寓意都非常好，我们听到了爱。今天这一晚上三个多小时的线上音乐会，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全球华人的勇气，全球华人的团结，全球华人的力量，更多听到是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朋友们心中的那份爱，那份真情。对，您说的没错。在虽然现在是疫情笼罩之下哈，但是艺术尤其是音乐，它是跨越国界、跨越语言的障碍的，是大家坚持梦想、团结一致的一个使者，或者说一个载体。在旋律当中的音乐把我们紧紧的相连，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管你是不是华人，我相信你只要看到这样的音乐会，你能感受到我们的那份真情。是的，在这里啊，曹早也非要真的要感谢你。感谢我们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是隔着千山万水啊，我们在空中这种连线，来自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汇聚在我们这个音乐会当中。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大家来自于世界各地。您说到这里哈，如果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如果观众朋友不嫌我们烦，我们想感谢一下各位，感谢我们的总导演周伟周老师，感谢我们总策划冯少，感谢我们的艺术指导王宏伟老师、龚燕老师，感谢我们的制片人我们的魏老师、魏宏伟老师，还有我们的撰稿人董岩老师，外联部的各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有今天接受我们采访的每一位。真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三个小时的演出，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完美，大家说声音有的时候时断时续啊，可能有破音的情况，大家说画质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这是我们的一次尝试。我们希望如果说有好的反馈，我们能够多做常做，不断的改进，我们也不断的进步，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温暖。哎，但是这样虽然有瑕疵哈，虽然的音质画质都不是这么完美，不是这么不是我们那个在平时这个电视当中或者是现场听到那样的艺术效果，但是它有它的特色，也正是在疫情之下我们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特色。我在这里啊也邀请我们世界各地啊生活的这些侨胞海外华人们，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要经常建立这样的沟通，不仅要搞音乐会，可能还要搞其他的艺术形式。比方说哈，我的本专业啊，我们可以搞一搞这个曲艺啊，这个脱口秀啊，相声啊，小品，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我们用一种积极、阳光、快乐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今天的困难，我们战无不胜。早早，今天好，谢谢，非常高兴，我们自己给自己找乐子，我们还会继续的。哎，啊，谢谢你啊，早早，陪伴在，谢谢陪伴在我们的镜头，或者是手机，或者是 iPad 平板另一头的各位观众朋友，谢谢你给我们的留言，每一条我们都会仔细的整理，看到大家的反馈，谢谢您，谢谢。好，朋友们，再见，再见，晚安，拜拜，再见，拜拜，拜。我听到了爱。